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我们的启动方式是应该用小跳助跑来启动，还是应该用分腿启动？肯定是小跳助跑呀。是不是觉得我们用小跳助跑来启动，可以通过小跳这一下，让我们的启动获得更大的动能，让我们跑得更快，跳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？肯定的呀。其实是不对的，小跳助跑在跳起落下的这个时间里，球已经从高点变成低点了，你哪怕跑得再快，也只能在低点拿球了，所以你这个小跳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的启动一定要用分腿启动。分腿启动相比于小跳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好处就是更加省力，省去了你小跳向上跳的这个力量，把更多的力量集中用在正确的方向上。第二个好处是省时，省去了你小跳向上再落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把启动完成，拿到高点，拿到比赛的主动权。好，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把分腿启动做好呢？第一个要点，我们在启动的第一时间不要向上跳，而是要用屁股向下坐，两只脚向上收，拉开充足的发力空间，用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向正确的方向跑过去。第二个要点在于两只脚向上缩的同时，要调整好自己的启动姿态。那么什么样才叫做一个良好的启动姿态呢？核心的要点在于反重力。比如说我们要启动到左边的往前，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分腿的时候，把右脚右腿分到我们的右后方，我们的右脚右腿在蹬地的时候，地面就会给一个向前向左的反重力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有很强的推力，很快的速度直接启动到位。然后我们的启动不只是脚在启动，我们的手也要第一时间把启动做出来。什么叫手的启动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在启动的第一时间，我们要把手架起来，把我们的手臂和拍子比作一把尺子一样，测量着我们要启动的距离，让我们在最舒服的距离内完成击球。